这帮宝贝可了不得。 编排的很有意思，带剧情的。对，你看每个孩子都有戏。笔乃文房四宝之首，翠竹化玉馆，绝代四德全，挥洒墨如意。 小朋友还在写书法，哇，好棒！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哇，这是我今天看到最好看的节目。